级汽车。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您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矿洞历险记。贝勒虎说的矿洞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找到了。哎，
进库房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要去洞里挖宝石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工作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雷克警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一会儿见。再见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得过去看看。等等，嘿嘿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嘿嘿，这么漂亮的宝石当然要归我麦特博士。啊，那是我挖的宝石，快还给我。站住，把宝石放下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矿洞，麦特博士，他们一定遇到了麻烦。开心湖，增强信号强度。好的。总之我们被困住了，宝石也被钻的车抢走了，必须马上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钻在车，快追！这里有两条路，走这边。雷达雷达，寻找目标，滴呜滴滴呜。铲子铲子，清除障碍，哐哐哐哐哐。加速度，轰隆隆，向前追，冲冲冲，快进攻，哐哐哐，宝石找到了。配合最有默契，一起达成任务，任务成功。哈哈哈哈哈！嘿嘿，挖宝石果然是最有趣的工作，抓坏蛋也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海盗通缉令。嘿嘿，把东西放下。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
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，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，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，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。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加速加速， Go Go Go，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，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，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大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！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，哈哈哈。飞乐虎，公交车班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兔你在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
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，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，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，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。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。我是巴士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你那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，哈哈哈哈！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嗯，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嗯。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不动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。工程车技能大赛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酷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
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，大狗是吊车，大狗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，呵呵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，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，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，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，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！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积木围城，糟了，要迟到了！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斑斑，小心前面！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通行。走，去查积木车。好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
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捣蛋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